是现在顶两个月吼，大风猛诶，是现在咧咧播出诶是有八十万人咧看，啊咧找讲吼，迄内底迄个无拍我诶消息，迄个物件是啥物啊？找到咱遮来，即号做咱用手当资料做，吓，啊是中国大陆有播出诶是啥物？中国大陆播出诶是有三亿人口咧看。看你淘宝上面，看有偌出名，吓。啊，日本的杂志，大概最近会报道出来，嘛是报道淘宝上面。啊，叫礼拜，台北一个电台，伊来采访，啊，伊全省联播的，最近嘛会报出来，吓。全部是中国时报的记者。嘛来采访，伊迄个报道咧，比如讲中国新闻的报纸，挂版，是报纸内底挂版，要报道咱淘宝。安尼恁有见在无？恁在拍表见在无？较大声咧哦！有。啊，这是安怎咧？这是安怎有伊拉这成果咧？咱即马拍破来欢迎吼！咱今天要来欢迎其他人看一个紧张，真容易就无去啦，吓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订票呢，真关心重点。过去咱嘛做加固啊，做啊今年十年啊，过去嘛可能会很关心的，吓啊！那你个民宿吼，你若去民宿拢知影吼，迄地水分量嘛，现在嘛咧低呢，诶，进着这个订票两年或四年咧，这个订票看着呀。要做啊！本来今仔要动工啦，我甲迄个包厢讲吼，你若今仔动工，委婉劳资无，你快叫大家不会工作呢。你委婉劳资无，啊，搁今仔我要办活动，叫你做咩干？我做民宿好个，吓，我迄个诶，最容易治疗啊，比如老爸，你即嘛去，你拢甲你治啊，啊，治偌久呢？20多年呢？哦，看咱国疗够可怜呢，吓、啊，哦，迄边遐久，拢无人要来心大呢，啊，袂讲好，我拢足关心老大安尼，但他随你讲尔，我遐是吧，伊遐放一个招，来看我顶边水有咧滴落，有咧滴落去走，啊，咱搁有咧，啊，看无，